晚上好呀。我的几个字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呀，520快乐，520，今天怎么没化妆了？我化妆为了直播呀，特意化妆直播呢。不然，谁不想美美的素颜呢？美美的，就是脸上没有负担，就很轻松。谢谢乖乖仔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乖乖仔送的巧克力。晚上好呀。哎呀，这里我没有支架，然后就只能一直用手拿着，然后对着这个灯，酒店的灯，我还不能背过去拿，因为我面前没有桌子，没有出去玩，没有出去玩呀，咱们又没有520约会对象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真好看，谢谢你。哈哈，谢谢丹尼尔送的玫瑰花。好，晚上好呀，单腿。晚上好，小傻鱼。谢谢小凳子的短尾巴。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同学大推送的告白气球，Thank you，谢谢，么么。不过我还挺喜欢酒店这种灯光的，因为它就是不是很刺眼。我感觉家里面那种灯就很刺眼睛，酒店的灯就比较柔和。酒店的床也很好睡，软软的。怎么办呀？要是能一直睡酒店的床就好了。我明天要换一个酒店住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要把。从一个酒店换到另一个酒店，有什么意义？睡一天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，进去睡一天，因为很久没有在床上躺过一天了，很难得。谢谢李老师送的爱的花海，谢谢李老师，thank you，谢谢，520快乐，家人们，响丹丹。有没有出去约会呀？今天星期几来着？周六，周六又肯定是我，又是520，肯定街上很多人。昨天去了一趟，然后明天去。明天是521了呀，哪有单的主呀？爱了爱了，天呐，好感动！不过是世界陌生人日罢了。如果没有那个的话，就是也可以当做是，其实那节日嘛，就是一种出去玩的借口罢了。
像什么劳动节、端午节之类的，都是也不也劳动节也不一定会劳动呀，就是大家活着出去爽。燕子他燕子出去玩了，燕子好像跟猪猪他们出去玩了，因为他说他来成都这么多天都没有好好出去玩过。但是我已经出去玩过一次，我就觉得够了，感觉逛街好累。抖音要更新吗？可以跟呀，但是上次跟因为我是觉得上次跟还没有过很久，我就忘了，我总感觉没有过很久。看看，拿我另一个手机看看。上次是11号，今天20号，好吧。出门了没有？出门，我特意化妆了来过520呢，看我多爱你们。胖宝宝，胖宝宝，单曲卡没有买。你们可以送我，但是我你自己应该不会去买的。因为就是好不容易赚的工资怎么可以就是又还给斯巴呢，是吧？之前我去那个广州找王雨辰最佳拍档的时候，就看到他桌子上有很多小鞠前辈的那个小卡。单身狗主人跟小偶像过，是的，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过。今天好多人播呀，感觉。等一下我的抖音啊，等一下我的抖音。你真好，才知道我好呀。你想要，我说不想要是假的，哈哈哈。两个月没看公演了，对呀，两个月都没跳公演了，感觉过得好快啊，时间一眨眼就两个月了。还是跳公演比较爽，在排练室跳。在排练室跳一点激情都没有，懂，就是大家能理解那种感觉吗？在排练室跳，感觉自己就像个活死人，在那儿就是记动作，然后就是记动作跳，然后但是内心毫无波澜，就算那个舞很燃或者怎么样，对呀，没有抠，然后也没有观众。不理解就算了，不如在剧场跳。是的，你天去植物园玩，哇哦！我还没有，我还想说有空去看大熊猫呢，还没有在成都看过大熊猫。虽然成都和我的家里的很近，但是我却没有看过大熊猫。我只在那种动物园看过，没有在专门的熊猫基地看过。羡慕到什么这么近？你来看公演，你来成都也可以这么近。要周中去，因为大熊猫会被放出来吗？对着空气练功，
但是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个曲子改编过的话，那它的扣会不会不一样啊？户外直播，我没有说我要去啊，我想去，但是我不会去的，因为明天没时间，然后后天又开始排练了。周末人多，确实，肯定很多外地的。你们去熊猫基地蛮近的，有空就去啦。但是那这个有空不知道是多久有空，放了几天？对啊，两天啊，昨天，哦，前天，昨天，今天，哦，不是。昨天、今天还有明天，然后明天要搬家。园区差别大吗？不大，应该可以用以前的，应该挺大的吧？你们不是说我看你们评论啊，说什么觉得遗忘的国度看着拽瞌睡啊？然后就是现在可能就改的比较劲爆一点了吧？不知道还好不好坑？我看那些评论都。啊，什么什么，就是遗忘的国度，听着很想睡觉，怎么怎么的，什么粪曲，怎么怎么的，然后就现在就改的很劲爆，应该不会比较夜店，应该就不会睡着了吧。传说中荷花公主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有点想去看电影。这网红拍照就是这样子，拉一缕头发在这挡着，纯欲风。周末拍几个小时，那还是算了吧，几个小时我还是拍不起的。几百年后有空，是的。改成燃曲太强。就是改的比较夜店一点，公演后再看怎么磕。相信你们有那个实力。十八闪，十八闪还有吗？不是都换公演了吗？荷花的熊猫长得很有特色哦，到时候看看。花花没脖子，感觉你们跟他们好熟悉一样。跟你们也很熟的样子，像自己养的。成都人手一只大熊猫。平时去就别人搬着歌手。我们就是你们休息的时候上班，你们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可能在上班。就是我们放假放的非常的临时。泸州有大熊猫吗？这个好像没有诶。泸州都没有动物园，好像有的就是那种小的动物园。泸州真没啥好玩的。又困，这不是我的日常超多了。哈哈，我的微信名字就叫好困。然后我经常比如说在美团上面拿微信预约一些东西，他就说你是好困女士吗？啊，我是啊，我好困。重庆动物园的四喜丸子有趣，这又是什么？看来你很喜欢去动物园，小少女。谢谢狗头猫头鹰送的玫瑰花。看看睡衣，我没穿睡衣。好困，但是天亮睡，哈。所以为什么困呢？就是因为天亮睡呗。好困。几点起来回到下午？看我多久上班喽。如果我们早上出门的话，我就早上起。但是我睡一般都还是两三点睡，但是一般。早上去排练的话就是9点出发，然后下午的话就是2点过出发。
蹲到睡到晚上。今天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，好爽啊，好舒服啊，哈哈哈。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中间，他们新人在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，但是就是那个音乐还是很大声，巨大的那种，反正就特别大，就是在跟你们看公演的时候那么大，就是根本就睡不着。谢谢。睡到晚上，懒洋洋女士。这不是睡衣吗？这不是睡衣，就算是睡衣，为什么要给你看睡衣？四喜丸子的是四只大熊猫，坐一桌打麻将吃火锅。什么大熊猫还会吃火锅打麻将？羡慕躺一天，明天就没这个福气喽。这个妆好看，谢谢。其实我每天化的妆都差不多。就是我上这里化的妆每天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我的口红有时候不太一样，口红可能每天都不一样。每天呢，我看啊，太会说话了。大熊吃麻将打火锅，就是这不是睡衣，这是一件毛衣。啊，但是下面穿的睡裤，嗯。坐一桌就是四喜丸子。毛衣程度这么凉快，是短袖毛衣，是短袖的。不懂了吧？咱们潮人就是这样子，穿短袖毛衣。四只熊猫会自己坐四个凳子上，可聪明了。我是大学生，送我一只吧。昨天撸的那个小狗，它一直咬我的手，我在那想跟它合影，然后它就一直在咬我的手，咬我的手，我就根本没办法表情管理，然后我一手都是它的口水，受不了了。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是跟它玩着玩着，它吐了，它吐了，糟了，要打疫苗？没有啊，它没有把我咬伤，它就是磨牙那种咬着玩的。不知道他为什么吐了。哎，还有特效哎，看一下可以用吗？好丑啊！好土啊，好土。谢谢何处云寻送的玫瑰花。对呀，我穿着睡裤啊，我又不出门。哦，但是我等会儿可能要出门去拿快递，去前台拿快递。我们现在没有住的地方，只能把快递寄到那个酒店来了。谁的猫？没有谁的猫啊，哪儿？我没有说谁的猫。狗狗破不了你的，不行，美少女可爱，第一个还挺可爱的，但是基本上看不到我的脸了。已经住在酒店了，嗯，对啊，我们之前都住酒店。第一个我也觉得，好像我高中的时候会用的那种，高中时候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 Face You 嘛，就是那种。像那个一样，然后基本上所有女生自拍都要带那个什么，带个猫耳朵，带个那个。进酒店应该放不方便，他要东给你放一处，西给你放一处，他要就是我订的这个酒店房间，但是他一会儿送到前台，然后一会儿又送到旁边的什么蜂巢柜里边。明天去中心，不是去中心，明天是换一个酒店住。第一个连档太多了，对呀，那就估计没有酒店好似的。
我觉得住酒店真的很爽，而且酒店每天都会有阿姨问要不要收垃圾、打扫卫生。确实。腿摔断了，前台一把给我送上来。天哪，这个不要，我到时候真的腿断了。这个不清楚。哦，他这里还有机器人呢，但是那个机器人每次到了门口他都不说话，我等他，我让他给我送水上来，他每次都让那个机器人送上来，他来了我都不知道，他走了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昨天来来回回了两三次我都没有收到那个水，我说后来我说算了我不要了。神秘代码里的活动，家人们加下群好吗？谢谢，求了，求求了，别逼我跪下来求你们。中心安排，中心有阿姨啊，之前中心还有两个阿姨呢，但是他们只是收收垃圾、做做饭，不像这个酒店阿姨，他就是还给你打扫房间，打电话给你，这么粗，没有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他说让我把酒店那个房间门开着，但是我觉得开着我很没有安全感。而且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，一直开着，就是他外面的人会走来走去的。机器人害羞的，我也觉得。遥控门铃，好，可能这里没有那么高级吧。这里这个酒店它不是什么很高级的酒店。别开着不安全，对呀、啊。而且我在房间里都是衣衫不整的，我肯定不可能一直把那个门开着。几十万宿舍，明天搬到另一个酒店去，另一个酒店再住一个星期，可能就搬中心了吧。就是女生如果一个人去住酒店，一定要有安全意识。酒店为啥还要换？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就换着很麻烦，还要重新收拾东西。但是公司安排的，跟谁啊？跟燕子，跟何林燕。换便宜了啊！你道出了真相，小鲨鱼。世界未解之谜被你破了。被你破解了，我就说他为什么要换个酒店，换个便宜的。心疼钱，烦死了！我一想着他们年会抽的那些什么什么代金券、什么现金，我感觉我错过了一个亿。他们最少都是几百块钱，就是最少都有什么什么500块钱的化妆品。代金券就是可以给500哦，化妆品基金就是可以给你500块钱让你去买化妆品。天哪，500块钱都可以买好多化妆品了，可以买一套化妆品了。然后还有什么回家的机票报销2000块钱呢，还有什么培训基金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外面学舞蹈之类的，他给你报销，好爽。发现更便宜的，没有钱，我们这边不开，我们先把首演给开了吧，这些都先不说了，先把首演开了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抽到5000的，对呀，好像是一个新人是吧？抽到5000。就是我也是新，就是比我还新的人，黑金会员送花吗？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剪彩，手气好，我也觉得，就跟那个打麻将，你们知道打麻将就是有新，是那种新人他就会自带 buff， 他手气就很好，打麻将的话。开权益，羡慕，真的很羡慕。我现在每天有
哦，几十块钱的餐补我都很开心了。黑金大量订房三折，不知道耶，这个应该是财务部报销的。刚出道没去打麻将亏了，真的亏了。但是我们这好像我们这组很多人都不会打麻将，我也不是很会打，我就是那种很菜的。你会穿马吗？我会呀，我只会穿马，还有那个什么换三张哦，换三张就是不带红中的那种，就是没有东南西北，那个有总比没好似的。抢地主，哼，我都是那种保守派，我喜欢跟别人组队一起打，就是对抗地主。我一般都被抢地主。菜背兜，菜背兜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形容那种打麻将很菜的吗？血流成河，哦，对，就是打到最后呗。打到最后是不是血流成河？农民组队，对呀，就是我一般就是喜欢当农民，因为农民有队友。五子棋会呀，小学的时候就会玩了，我还会玩跳棋，我是飞行棋，但是我不会玩象棋。象棋还有围棋我也不会，菜别的都不知道还打麻将。我们四川的麻将跟重庆麻将不一样。不过菜别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快告诉我。无限胡，对，就是可以一直胡一直胡。军棋也不会，必抢。而且就是这那个麻将有好多种，有的吧他可以拿别人的牌胡，有的就是有的他规定就是只能自己摸到胡的那张牌才能胡。五子棋我也会，五子棋我还去看抖音那种教学，他会就是跟你讲什么什么阵，摆个什么什么阵。穿嘛，但那我怎么不知道菜背的？哦，经常输钱就菜背的，我都是说我是来交学费的。组织去爬山，爬山挺好的呀，爬山锻炼身体，爬山可以减肥。想去爬青城山，还没去过呢。象棋、围棋我会，我都不会。我看过那个《围棋少年》，又来了，粉丝，趁着我也去看过。你瘦了，可能瘦了吧。最近可能排练强度比较大，就下面的名字是什么？女王殿下，华丽飘过，怎么看出来瘦的呀？我自己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今天的瘦脸。开的差不多呀，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来，可能因为没有水肿吧。最少锻炼，就是平时要多锻炼，爬山，
爬山，我那天看到一个人说他去爬山，爬了一天回来之后瘦了5斤。你们线上不可能线上拉票吧？就可能时间很赶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单门，哦，天天看你自己，当然看不出来呀，好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但是之前去年11月份，11月、12月的时候，那段时间，就是很喜欢看小红书上那种测评速食方便面的，然后他们测评一个，我就觉得很好吃，我当时就买了很多方便面，基本上每顿都吃方便面，然后就吃胖了。虽然那个时候天天就是跟什么跟我。跟 B 组的人在一起啊，还是怎么的？但是他们都能看出来我长胖了，就胖得很明显。习惯了你的蜜蜂小狗，我还是觉得我这里嘟嘟的，就这里。蜜蜂小狗 what is？谁想当蜜蜂小狗，谁去当？我反正是不当了。520快乐呀！除非看你的小肚子，呵呵，想得美，嘟嘟的可爱。祈祷我的公事找他把我的那个给我 P 了，把我的脸，把我的蜜蜂小狗给我 P 下去了。泡面吃不完，我说送粉丝，送粉丝感觉。不太好，都是那种很便宜的泡面，是那种，就是那种某个地区的特产方便面，方便面，什么？差不多3年胖了很多。我来斯巴最开始也瘦了，后来摆烂了，后来觉得反正无人在意，我就懒得减了。当时心态爆炸，觉得无所谓了，不是到时头就好，不是到时头，那美美的大波浪嘛，长发大波浪。我是无辜小狗，什么时候修改我不特想问，出道之后重生之后，OK，520快乐呀，便宜一个人多送几盒就是，怎么你们这么想长胖？我想的是握手会，你们来给你们点奶茶喝。哇，我最近天天在喝那个百分茶，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茶，而且就是很那个，它热量很低呀、啊。小妈造型，是呀，我最爱小妈造型了。渣女头，动态头像，我用的就是动态的头像，就是我那个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卷的卷发。赶紧换了吧，不然我看一次笑一次。你以为我不想换吗？是的，你以为我不想换吗？天天看，就是有时候我会假装没有看到自己的微博头像，就是我点开我自己的微博的时候，我会故意忽略不去看我的微博头像。我很喜欢自欺欺人的。百分茶呀，奶茶店，你们想喝吗？不想喝的话，就点霸王茶姬或者茶百道吧。奶茶刻意减肥，我要是一天3顿，就是随心所欲的吃的话，我就会长胖。好可爱的头像，
蜜雪冰城觉得太贵，蜜雪冰城就在剧场门口。我觉得蜜雪冰城好喝的东西比较少，怎么设计下？什么怎么设计的？太惨，对呀。换头像之日，齐诺丹重生之时，什么重生文学啊？重生之将门卒后，你们看过那个吗？一个小说，口袋能不能换？口袋不就是这个可爱的这个卡通头像吗？这个你都觉得不好看？有力忽略出就是最在意的事，好像也是。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很想收到一个人消息的时候，但是你为了不让自己那么期待，你会把它设置免打扰。信仰就更深一点。滚啊！你最好是二号。哦，昨天我瞄了一眼那个温若琪的直播，还看到二号了，榜上有名。喜茶太贵了，工资不够。谁放在这边？算是非主流小说，真不知道。这个小说很出名的，《重生之什么将门卒后》，穿校旗。胖点好看，不，肯定是瘦的好看。一万本书吧，倒也是。一眼看去全是头发，你的新头像当然是非常的美啦。丹子姐的消息，可惜这个不能屏蔽。同样的事情，别骂，是吧？说到有人心坎里了。你不会那么容易胖，我真的，我没骗你们，就是只要我一天三顿吃正常人的量，就比如说一份盒饭吧，我要是一天三顿把那三份盒饭全都吃完的话，就会胖，就是这么残忍我的体质。再加上我很喜欢吃甜品，吃面包什么的，有时候吧，这个嘴巴就是管不住，就很嘴贱。哎，同样的声音，易胖，对啊，我就是很易胖。这个但是易胖吧，也跟管不住嘴有关，我实话实说。主要是我太爱吃面包甜品那种东西了。以前我没有那么不爱吃的，不那么爱吃的。以前我很喜欢吃螺蛳粉之类的，但是现在不爱吃，现在变得爱吃面包甜品那些，因为吃甜的吧，它会分泌多巴胺，就是经常心情不好吃着甜的就开心了。他昨天直播，昨天还是前天，反正我就是看到了。谢谢我爱一子水素的玫瑰花，胖为有寸。但你一个人胖吗？哼，我要去守门了。俺也一样，谢谢泡一碗麦片儿送的三个玫瑰花。我都是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感觉没以前那么爱了，就久了不吃就感觉它没那么好吃，因为我就是不吃我也可以想象它的味道。什么什么？我是公，我不是兽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开玩笑开玩笑，没有冒犯的意思。笑都可以，没有啊，我没笑啊，我很严肃啊，我是个很严肃的人，我不爱笑，因为我生性就不爱笑。
原来这样，有机会你握手就给你多买些甜品吃哈，谢谢谢谢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到时候又吃胖了。宫门，什么宫门又是什么？鼻宫吗？哦，现在已经没有鼻子了。我就是一个很念旧的人，他就是。反正就是一个，就是虽然我很慢热，但是我就是比如熟悉一些人之后或者怎么样说，哎，我就是很难割舍。展开的记忆是高冷，要不是为了营业来晚上还不说什么意思啊，你是替周周记仇是吧？二号还记着呢。谢谢外卖员困晕喽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谢谢双哥双哥，晚上好呀。你现在谁组人了还想怎么？现在是 C 组人了，在 C2 组人了。想逼晚上好，蛋蛋全都要，是的。527不可抗力，对呀、啊，但是应该很快了，不会隔很久。巩固人设不用写，我什么人设？你说说我什么人设？高冷人设。是吧，高冷不爱和别人说话，特别是晚上的时候的人生。成都的网可以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是酒店啊，酒店的网不可以，它会被那个的。你是在哪里？是在广州吗？在成都啊，大哥，在成都。C2 也是 C 啊，对啊。啥时候在？推迟了呀，看看官博吧，请看看官博吧，谢谢。小小一些不会太多，没事，那就提前谢谢你啦。双 C 宫，哦，你现在这是C2 的 C 宫，也是偶研 C 组的 C 宫是吧？好呀，我知道。那你在问什么？你知道你还问 C2 单推冷战啊？仅仅是 C2 是吧？不会是 C2 粉。可爱，谢谢。谢谢讲真话的马蹄送的巧克力。口红呢？看一下我的快递放在哪里都有。哎，服了服了，我真的服了，真的服了。成都单推，这个我还是相信的，你我还是相信的。34米，好吧，感觉也没有很远。哒哒哈喽，我大哥，快递被偷了？没有，他不快递。就是一个地方给我放一个，我要走几个地方才能取完，而且我还找不到路，我等会儿要现找。信 QQ， 这个是看我心情，我心情好吧我就相信，心情不好就不相信。
居然被信任了。哦，之前一直说不相信，就现在突然被信任了，很不习惯是吧？现在不好意思说单退了，怎么了？你干了什么？你背着我干什么了？你背着我干什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就是要让你不好意思，就是在我在 CPU 你，让你有愧疚感。你不应该坐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呀，快递员放的。两个月后见，好呀，等你。犯了大部分鸡腿犯的错。我只是犯了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罢了。PDD 什么 PDD 不是那个打游戏的。犯谁游戏？你们不能跟我学。什么女人哪里有？这里呀、啊，我不是女人吗？就是橙子参加你的握手，不然带给。好的，好的，等你有空就来吧。已经学了，不准学。你是女生，别尬。目标和学习对象，别跟我学好吗？我这个是反面教材。已经学会了。李老师是天生的吧？感觉自带这个就是天赋啊。应该不是跟我学的吧？哪里都好，就是有点花。你们说我花谁了？我花谁了？我这辈子，我近八接触过几个女人，这就开始实践。哼，谢谢铁血单推送的爱的花海，谢谢。谢谢谢谢大推刷 Q 刷 Q， 谢谢。你老是在被飙车的吓醒了，就是像睡觉的时候外面那种飙车的、飙摩托车的，那声音可大了，就被你什么？你心里清楚，金巴接触的全是女人，这个接触跟那个接触是不一样的。花了哪些？我没有，多接触这样你才能拿定对象。看来你经验很丰富啊，就是要让对方有危机感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情人节表白，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这是勾心斗角，就是没有勾心的全是爱恨情仇，太精辟了。这句话是哪个前辈说的来着？忘记了。全是你一下就是正常接触、啊、还能怎么接触？讲讲其他接触。什么什么其他接触？其他接触就是友好交流，懂吧？这就叫其他接触。然后没有接触的就是话都没说的白纸，其他都是丰富多彩的。我才不行。谢谢卑微滑稽送的巧克力，是五彩斑斓的白纸，要五彩斑斓的黑脸。连麦不连谁呀、啊、我害怕，主要是社恐还没来就对呀、啊。像我这种社恐，我这辈子能接触的人能不能超过？人一辈子要接触多少个人？能不能超过1000个人？友好交流，先加个微信。是呀，跟很多很多前辈或者说
就是巴黎的其他偶像，就是加个微信啊，然后这辈子都没说，不是这辈子，反正就是加了之后再也没说过话了。不信，伴随游戏，有交流和友好交流，友好交流就是友好交流。谨言慎行啊，谨言慎行，现在家人们。连小户辈我不认识呀，这个应该不对。那小户，我连小户辈，别人以为我是后辈呢，因为我就是那种很怂的。很多果然画的没有，加个微信算什么？话都没说很多，还有一些，哎，还有一些就是感觉挺那个，挺唏嘘的，就是加了微信，就是。咱们都没见过面，然后他就不在了，就感觉挺那个的。自己粉丝没有一千人，微博粉丝还是有一千个人的。先去找别人加个微信，同期货，不知道连谁啊？友好上手那种，谁上手了？我可没有上过手。咱们都直接上嘴的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上嘴的意思就是吃他们的东西，就说你这个好吃吗？给我吃一口。年龄就是绕晕，真的是真绕晕了。就像昨天啊，昨天我就。问那个钟钟他那个蛋烘糕好吃不，然后他就说，他说好吃，你要吃吗？我说好呀。秀色可餐唇头，哪有爱呀，别乱说，谨言慎行，谨言慎行。别人都没问吃不吃，你自己就吃，当然是别人要问你吃不吃我才敢吃。广州后边那小微小微信那个前女友年龄这样的，图点不是，这是什么很老的那种套路？我害怕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现在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人在播，感觉我一个都不认识，后辈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喜剧之王没看过，看出来你很期待。Oh no， 我不期待，太傻了，说不过，反正都还好，不如碰个大的。我现在房间一个人，我被吓死，我被吓死了，没有人救我的。发生什么？没什么，他们让我连麦，需要脱敏，大众可，脱敏治疗是社恐的第一步。这个世界上不允许有社恐吗？可是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社牛，应该也可以有社恐吧？创造的。通过大的王宇，王宇晨他就是很社牛啊，他虽然觉得自己是个社恐，但确实是个社牛。带着小龙虾回来，不吃不吃，减肥。小龙虾吃了，第二天很容易水肿。想成，李老师有机会去看看他吧。不允许，年前辈。不认识他呀，怎么都换个 MC？ 真的不是很喜欢连麦，除了认识的，认识的也不是很喜欢连，因为就是在口袋，感觉就不知道说什么。他是傻不是？他真是社牛，骗你干嘛？勾搭很多钱，
真忙，勾搭一些后辈。哎呀，别吓死我了！我遇到感兴趣的，我会出击的。现在没有感兴趣的后辈。想看的蕾丝，想看成，就是你们两个可以换一个户籍，你去他家住，他去你家住不就行了吗？超级感兴趣 ，N 岁三十，感兴趣，不告诉你。多感兴趣，做饭，连的职业主播联系，抖音吗？抖音那种 PK 直播 PK 吗 ？KPI 每天连一个，这个团总共就这么多人，到时候直接那个把 TOP 都连了。哎呀，慢慢来可以吗？咱们以前还是连过的，就不是这辈子都没连过。以前还是连过很多前辈的哈，我的光辉事迹。C 科技 G Two 新人有没有感兴趣的？感兴趣什么？怎么算感兴趣呢？就是很难说，就比如说有些人我是欣赏，但是不感兴趣，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但是并不感兴趣。就是在那个新人里面有我比较欣赏的人，拍档，边还未上线，几百个加，抖音那个好尴尬，勇敢但不怕困难。不，丹丹很懦弱，很胆小的，在这个方面真的很胆小。抖音你们看有没有那有你们看过，就是有一些主播呀，他们一连麦就开始骂人，就是他不管对面连的是谁，他一连上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的骂对面，就很搞笑。然后本来对面他本来是很友好的，然后他被骂了之后，他骂的比就是骂人的那个人骂的更凶，就嘴巴都不带歇的那种。不行，不要怕，光辉世纪录屏还在我手机，不会是那次被抓的那次吧？想拐走的，轻声，小鹿。这个小鹿连小鹿干嘛？小鹿太熟了，欣赏这词用的好。这个没见过，好多时候连上就不管对方买卖。黄老板也挺熟的。哎呀，你就是哎呀，下次一定，就是自己感觉在这连熟的也不是，连不熟的也不是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加微信的，想要微信的时候连一下。抓宝丹尼斯，我有时候看黄老板直播，经常看到丹尼斯，黄老板叫丹尼斯，叫丹丹。我每次进去他家丹尼斯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是一颤，他是丹丹。中央空调，我哪里中央空调了，纯爱战神我是。然后很开心的加你，恨我，让我去死吧。
发结症还是什么，看不了。我只有一个号，我在这播我就看不了他真还是什么。怎么又出来这事？我本来就是。谢谢草间立刻茄子送的荧光海。你还出来这事？我不是出来这事，我是什么？我呆呆嘎了，把你嘎了。开始用加钱的人。那我也可以试出来，你不是。纯爱睡神。这个名字好像很适合我。纯爱神神，你才纯。蠢萌战士不要装蠢，我真的是、啊，哼，确实还蠢。点个塔斯汀好了，你们怎么了？感觉大家都被塔斯汀给收买了一样，很喜欢吃塔斯汀。我觉得塔斯汀到他吃到后面有一点腻，就是有一点。就是有点腻，我今天吃那个赛百味觉得还挺好吃的，它的面包是脆脆的，它壳是外脆里软的那种，中国汉堡，对，纯睡爱神，它好吃，好吃啊，我知道好吃，但吃到后面我会有点腻，然后就点的比较少。皮皮是的。合成肉谁不爱？这年头能吃到点真肉吗？就是你们想，它就算是合成肉吧，它也是肉。它虽然可能不是牛肉或者什么，它至少是块肉，是那种什么鸭屁股肉，那种用合成肉什么鸭子身上那种屁股，还有那种鸡那种不要的那种肉，然后绞碎再压在一起的那种。他多少拿回去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汉堡吃到后面，它酱有点多。可是是我自己受不了吧？该你主动了，我主动了，连那小乌龟甜蜜。今天就是有点社恐，今天就是有点社恐。你看之前我都连了的，但是今天就是有点社恐。他只是主动挂，我哪有？之前都是他先挂的，他每次都会说谁后挂谁是猪，然后他就先挂了，趁我不备，主动踩故事，已经有故事了。对对，520就被，哎。想起我那次连那个被抓了的事情，现在都后怕。什么故事？跟王雨辰还没故事？我去叫他，你是我本来有时候就是想连的，然后正好你说了。是吧？太飘了，你管管他。没办法嘛，他在那边就是一个队的，基本上都是前辈，是吧？讲点没听过的故事，想想呢。想一想，感觉能讲的都讲了耶，不能讲的，不能也没有。想一下，
好像真的我想不出来了，感觉讲该讲都讲完了。推脸上摊这个面就是他四五个 CP，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，刚邪魅一下。我怎么敢，他的 CP 都是些前辈，我怎么敢讲讲不能讲，讲讲不能讲的，不能讲的怎么讲，催眠自己没关系。哎你怎么知道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就是很多时候吧，我要是那个我就会给你讲没事没事没关系，别在意，没事都是小事儿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反应好慢，反应真的挺慢的。时撞撞飞路灯，撞不撞的。对呀、啊，就这么多了，无所谓了，哎，无所谓，都这么多了，也说不过来。看吧，我都说了，我是纯爱战士。这艾丽怎么了呀，哭得这么惨。回来扩出，像忍者是忍者在世，我是狮子座呀，但是我是 INFP。 我虽然是个狮子座，但是我是 INFP。 真的还太嚣张了，回家又不吃的，当个 BGM 吧，凑个准下了，我要去拿快递了。石狮子，这么快是？对呀，都播了挺久了，我把520过完。你们520晚上没事儿的吗？主要是我的手一直在这里举着，有点累，因为我没有支架，舍不得下。有事还在这。没有事儿的，有事儿的快去，没事儿的找点事儿做。521还过吗？不过呀，搬家呀，明天才一个小时，我感觉举了好久，举这个手机。去完了，打开下一个直播间，呵呵哒。我看看你会打开哪一个直播间，让我猜猜。难道你有我不知道的推？我看现在感觉没有你，就是其他推呀、啊。你别猜，哼！快给我如实招来！明天搬什么家？搬到另一个酒店去。去找亲。那我再播一会儿吧。怎么过？帮朋友问的，我是别盯房，就盯。
哪里才都中？让我猜猜。不会是，不是谭思慧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下播看球去。好的。那么多人直播，随便点击一个都是个美女是吧？开玩笑的。和他差不多，你小子还真有啊。啊，哪有和他差不多的，我感觉我找不出第二个跟他差不多的。身高差不多，那不就是我吗？聊一聊就爱上了，你不害怕吗？什么聊一聊？谁跟谁聊一聊？可是萌萌好，差不多，大家不都一米几吗？大家不都一米几吗？哼，有是差不多呀，也没有差很多。嗯，是我是，比王玉成高，比王玉成高很正常啊。是是。噔噔噔。其实我的理想身高是168。但是应该是长不到了，脸小后背，我好期待。差10厘米哦，我和168差10厘米，你确定？干嘛放那鼻孔？没有，都是1.6米。我1.6米啊，还有谁1.6米？你在说谁？直击灵魂了，哎，连了跟人家说什么嘛呀？谢谢 QQ 送的夜点，谢谢 QQ， 谢谢 QQ， 原谅你，一分钟吧，那就 thank you thank you。是这样，你嘴巴确实肿，我嘴巴怎么可能肿？欣赏你，喜欢你很久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人家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就一分钟，对呀。好吧，那勉为其难两分钟收东西没有啊？我要等下去拿快递嘞，还没收。不过明天中午才搬，肯定来得及。嘴巴怎么可能不肿？嘴巴哪里是肿的？所以我喜欢把嘴巴涂的厚一点，我喜欢这种丰满的嘴唇。我喜欢那种很有肉感的嘴唇，看上去就很好亲。
我口红呢？去哪儿放外面不怕丢了吗？我不然我明天没起不来呀，明天早中午就要走，早上去哪儿根本起不来。出道我就看上你好可爱，嗯，主要是没有熟的，之后他们 他们那个 G2 或者 CKG 这新人出道了我去连吧，这广州的真的隔太远了。让我亲情想的美，性感的主唇，你那红红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，你是我的爱人呐、啊，像玫瑰花一样的爱人。熟的熟的你都有好友，他们现在不能加我们，就是他们还没出道的 G2 的和 CKG 的。仔细二人转哪有啊，我很认真唱的。我的大嘴唇哎呦呀，明明是大嘴唇子，午夜里销魂，明是午夜，这个歌写的很暧昧的好不好？什么在午夜里销了魂？你是保安吗？不要笑出画面，因为我是手拿着，我一直用手拿着。好酸啊，我的手好酸。出现在你是我的爱人呢吗？看不懂。拜拜。怎么就拜拜啦？我还没说要下呢，穿了就早点休息，那是你不行。我没有撸过铁，我就是没有练过，就手就是那种举铁。你刚刚怎么唱？歌好歌不唱二遍，撸铁。对啊，就是举铁嘛，健身。我的臂力很差的，我做平板支撑一分钟都做不到。做钢丝架子没有架子，我之前那个手机支架就是快递寄到那个中心那边了，我随身的行李那个行李箱装不下那个架子太长了。我没有认识的小后辈，你看吧，你也没有认识的，哼。你有认识的还是什么？你都没有认识的，找不到钢架，谁说的？只是不想再唱了，感觉很丢脸。练臂力最好一拳打死我的那种，嗯，我加油吧。大嘴唇亲自把你唱完去，我有啊，你连不谁呀？他说后辈，没有你不认识，认识的前辈连吗？那我还有呢，我认识前辈可多了。怎么这么想看我那个呀？哎呀，就是你们就是拿我这种社恐取乐，就是没有。好，那你最好别有，安心看我们吧。初糗很纯粹的。认识的你不认识的才锻炼你吗？我想问，就是他们都很爱连麦吗？社恐要克服。那好，我不是社恐，不需要克服。行，你懂的。下次一定。等。
他好像是说，好吧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社恐的，嗯，两个社恐可能没话说，是的。谁是社牛嘛？啊，社牛我也不敢了。社恐就社恐的移动公主呢，这个不确定。哈哈，挺喜欢人家的，确实挺喜欢的，但是不敢。挺喜欢，别打引号行吗？这个挺喜欢是欣赏的意思，不是那种喜欢。什么？跟钟钟一起干嘛？他有没有想？我那天才就说让他想我，说。我还不说想啊，我说呀，我就是说欣赏。谢谢喝杯丝袜拿铁送的爱的花海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双哥双哥。哎呀，今天真的不想连，为什么都要我连？几点下？过会儿下吧。再逼我，我要哭了。说他怎样打人？他说好的。我说你别太想我。他说好的。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下了，我去过五二一了。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好敷衍，就是。能坚持住吗？坚持什么？什么好告人连一下吗？那你们让别人连我吗？我不想连，真的不想连。今天为什么非要今天连呢？感觉520连人家不是很好。就是为什么非要520连呢？感觉520连别人不是很好。感动，今天妆好看，谢谢。嗯，他主动。谢谢，不想拉网线送的蹦迪。520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啊。崇拜的。被收割，所以过521好了。521 520，感觉差不多。但是520外面肯定很热闹，很多人。拍档已经结束了，拍档他们还在巡演吧？我们一轮游的结束了，但是那些前
被晋级的还没有，他们还在巡演呢。很想看电视，没有，刚刚在看手机。确实热，热闹都是他们的。下次换个日子连吧，感觉520连人家有自己的，有自己的拍档呢，确实很热闹。还有张单直播，那就相当于跟我过了。那些前辈不行，吃的菠萝，吃的水果。拍又不一定是拍的，哎呀，为什么非要我你脸？平时你们都不让我脸，而且现在感觉不太好。羡慕和嫉妒通过我，是呀，你们以后就是说一说跟嫉妒单几天过五二零了。跟泸州没你过，是的，跟在成都的泸州美女过，很荣荣幸跟你们，好有面子。别太有面子，你们发现好久没来了嘛，因为我之前也没怎么播，所以我就没有发现你没来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播的比较断断续续的嘛，就没有连，怎么连着播就没有发现你呢，可能你一直存在我心中吧，没发现，单推我好荣幸，我说对的。这艾丽怎么一直在哭啊？土味情话要喝一套一套的，这个先拿你们练练手，看一下。来，开玩笑的，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。一七零御姐形象，这下好了，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御姐了。你也是问谁呢？开玩笑的，没有问谁呢。晚上好呀，为了我的高冷人设练的。好吃啊好吃啊。高冷。是啊，无高冷。我那些同学，我初中高中同学他们都说觉得我很高冷，其实我就是很呆，我没有表情罢了。吃菠萝，待会去买一盒吃吃吃，菠萝热量很低的。镜子前辈是我教练。哦哦，找下一届拍档，别这样。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嘛，现在先不想这些。支持很呆，你呆的以为你很高冷，但我不是故意呆的。反正他们都说我很呆，说我很傻。他们就说我很呆很傻，嗯。
多可爱。力量，你怎么知道我有点那个感觉了？一般人没人想。说的对，确实是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变得聪明一点。又想尿遁是吧？每次尿遁都是真的想尿，没有骗人。天生的别想，哎，大聪明，凑个整下了，我的经典语录，凑个整下了。好吧，既然你给我说了，那我就凑个人下了吧。大学清澈的雨水。而且我发现啊，那个我在网上看 INFP 他们拍自己的眼神，每个 INFP 的眼神都一模一样，就是那种呆呆的，然后就是那种很神奇。很有认真。尿遁，下巴然后20分憋不住了，这个整我还是能憋住的，20能憋，凑个整去洗手间了，20我还是能憋的，你也是 INFP， 你的眼神那应该跟我差不多。上次就没憋住，上次是差7分钟，这次差2分钟，还有1分钟。30能憋吗？有什么急事儿吗？一定要憋到30吗？深彻的愚蠢。哎，寒心。29，我告诉你，不信。20下呀！你都不好奇一下，如果是很急的事的话，你现在就说了，何必要拖到29呢？真正的寒心不是大吵大闹，别说，还真没说，这菠萝确实腻了。因为我本来肾就不太好。行吧，晚安。组织一下语言，你要干嘛？你要跟我讲，你要看别的推拉，变聪明。晚安。好的。好吧。不是就好，晚安，拜拜，520快乐。